Hello， 台湾的朋友晚安。饭后甜点啊，甜点，我太太好喜欢吃巧克力，之前她的手敏感，不可以吃，现在就哈、吃多一点点咯。这里可以带外吃的吗？不知道。哎，就快一点吃咯。祝你们平安喜乐，晚餐吃什么？拜拜了。